还有谁是十三元凶？其他人都在哪里？六都峰既在调查玄幽宫，玄幽宫又觊觎凤城，绝不让这里沦为下一个盛家庄。你就是那个孩子了。 阿英，你来了。刘桑海找上的，就是玄幽宫和飞命阁。他的确未曾离开永夜星都，这里还有很多需要破解的谜团。你将入长夜之境，向死之地。 走吧，你离开过去。你觉得我会叫什么名字？这不是你向我许下的心愿，这是我为你许下的诺言。等不了了。五言以现，天命已定，尔等。 天无力，结束了吗？结束，这还只是开始。啊！事无定局。 天意。
师随地留言分享。竞技战场，上分更快更爽。这次要在逆水寒填志愿了。